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是跟你照片处理有关的。以前我买的都会第二版之后，我会再去放另外一个蓝胶操作系统，但是现在先不用，好，因为各位没有处理感的操作。但是有一个重点在说，你去拍照的时候，我们很多时候会有时候怎么样，拍到就是说旁边怎么样不需要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我们旁边有些人也不需要，可是你会拍照，那怎么办？比如说你拍照，你不懂了，你可能不太了解到他要做什么哈。现在你要拍照，你看这里有没有一个卡在这边？有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第二个步骤，我就把那个卡除起来。第三个步骤，卡就消失了。因为有时候我们拍照的时候，旁边会有那个不必要的背景出现。那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学任何的这个影像处理，但是你可以利用这个网站，因为这个是云端的，直接网站就处理好了，就解决掉了。好，那我们来稍微细看一看哈，您看一下这边，好，这个网址在多的简报的右下角这里有哈。其实现在慢慢你会发现，这种所谓的云端的服务越来越多，好，越来越多。那很可能有些这种软体呢，它比较策划性的功能呢，就可以直接在这边做完成。那您进到这个网址的时候，它会有一个那个哈，会有个 logo， 就上面怎样会有 logo， 好，进来的。它可以自助式的买菜的，广告就算了哈，人家提供两个的绿光房的，好，这里只有三个步骤就完成了，您看一下这边，第一个把你的图片导入进来，第二个这里有一个叫做笔刷。你就把你不要的地方把它补一补。第三个，叫它无痛处理一下，痛的是痛的，你真的不痛。一点，它的解决掉，三个步骤解决，最后一个步骤，它突然放了一下，就这样子了。好，所以我们来试一下啊。你是不太行，中午工作结束。好，我们来找一张的话，我们来看看说，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好玩哈？好，那我找看看这个。好，找这里哈。我找这一张好不好？这个人是数位相片的，好，大概是600万像素。好，一进来太大，对不对？你看这边有没有那个放大镜？上面是有放大镜，对不对？缩小一点点，缩小一点点。好，这里有拍的这一张。好，虽然没有问题，但是我们可以请阿贝稍微离开一下吗？好，因为那边那边又想拍照做纪念，那边是不是现场等一下？我可以想寻找一下。好，你觉得有可能吗？但是这张拿下来，来，你看这有笔刷有没有？等一下，这个你可以调整一下那个大小哈。好，先弄大一点点。好，请帮忙的，咖啡，咖啡。我很认真补哦。因为有时候盲眼嘛，因为有时候你在拍的时候盲眼嘛，有些人不小心会有些景物，你就知道了。好了，对不对？你看你一样，啊，你看，好对，没有看到了，应该有。不像你现在看到这个功能，就 Photoshop CS 才增加的新功能。可是其实如果你们用 Photoshop CS， 不知道用它，网站上就不错了。当然有些时候啦，你要看你的背景。好，你的背景如果说，你图像假设到了你觉得不满意，你可以再涂一次。好，然后再帮你重新上一次。好，会再重新上一次。对的，同学们哈，有没有？当然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还有一点点，你可以再做一次。其实如果你我刚才比较粗略的图啊，如果比较正宗的图，效果比较好。好，它没有干干哈，可以的哈。
没有，这边很单纯，把那个拿掉而已。你要用的那个胶原乳酸酯软体再加进来。他说：“你要重新改进来。如果假设你做好了哈，假设现在你就 OK 了，你可以按这里储存，它就可以让你把现在做好的储存掉。这个储存不是把你原本储存掉了哈，你可以自己选的，那它就出现那个另存新档的画面。因为这个部分它很单纯的，就是要就是去除不必要的杂物的部分而已。好，这是它比较特化的功能。那如果你要比较完整的功能，就加一下乳酸酯软体。好，这样做的就是一个不错的方法。哎，那也是免费的。好，好，请问各位现在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对不对？它这边就出现一个另存新档，哈，你就可以选择要不要把它存下来这样子。好，所以虽然说没有任何软体，但是你透过这样的方式呢，也可以让你，如果说你要把这个内容、照片放在卷包里面的话，可以至少简单的处理一下，好，简单处理一下，效果还不错，这样 OK 吧？可以吧？好。